安波华语足球快讯，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多支英超球队有意击马杜。据 The Athletic 报道，英超多家球队有意引进冰菲加球员阿利斯基马杜。在欧冠联十六强中，阿利斯基马杜所在的冰菲加以两回合总比数七比一的比分淘汰布鲁日，晋级半准决赛。 阿利斯基马杜出战了两回合的比赛。根据记者 Mario Cortegna 报道，这位二十七岁的球员决定在合同到期后不与宾飞加续约。据悉，法甲球队奈斯已经为其开具了一份颇具吸引力的报价，但是对于阿利斯基马杜来说，转会英超对他是更具吸引力的。 目前他已经与富咸以及诺丁咸森林进行了谈判。此外，阿利斯基马杜已经入选了本期的西班牙国家队，他将会参加本月进行的西班牙对阵挪威以及苏格兰的欧国杯外围赛。感谢您的收听。